60多平，两室啊，两房在青年大街上，110多万，Hello，大家好，打招呼啊。然后看看这房，这实体楼，你看刚才问20%-23%左右的公摊，对于这种3梯12户来说，我觉得可以，这种高层，然后套电能剩50多平，50多平两室。小两口也行，对，就这房要住3000多，我觉得应该很正常，3-4千块钱在青年大街这个位置。然后来，感受一下啊，以大姐做参考。这是进户门，在这个位置，啊，进来之后呢，这个是卫生对，进门的左手边，这是一个卫生间，卫生间没有窗户，啊，能洗澡啊，马桶这些所见即所得。门口还给你做了一小个鞋柜儿，小鞋柜儿，啊，回家包就放在这儿，硬抠的。这灯给它打开。这户型多拍一下，拍的细一些。对于很多朋友问到我的，哎，怎么样？咱们实际来看一看。这个位置应该放冰箱啊，不错，错，这块是餐厅。餐厅放冰箱在哪啊？冰箱放那儿啊，啊，放厨房里边。这块是放餐桌，正经放个餐桌是可以的。两个人，一个人其实搁客厅吃就行。两个人的话，这块摆个餐桌。然后大姐那个位置是客厅。这俩卧室都不行。这边是北啊，这边是北，这边是西。冰箱不能太大，就是那种，洗衣机放在这儿，上下水应该流完的，很紧凑的一个小户型，挺好。上面有燃气啊，橱柜啊，这个燃气灶，包括这是消毒柜，这边是洗碗的水盆，这大小其实可以啊，就跟我家厨房差不多大，我家80多平的房子，比俺家厨房还大。然后上面有中央空调啊，房子虽小但有中央空调。墙面是壁纸加上这种护板，地面是这种地砖，卧室是地板，两个卧室。你看为什么这个户型好？一会儿隔壁纯北向那个跟它就不一样。你看这朝西，这朝西，就是屋子里面很方正。两卧室都不小。然后朝西有什么好处？可能是说，哎，我见不着光，你下午是就能见着了。它不挨着这个，这是万科，对吧？春和里。下午的时候太阳过来，咱就有光了。主要是它这个它是西北朝向的，整个西边和北边没有什么高建筑去遮挡它。然后这种软包也是做好的，上面装空调，这都做好。地面上这个是做了一定的保护。床头都给你做成。就是大小，你感觉50多平的两室它就不小了。你要单纯就说你把它看成80。对吧？那你感觉还行，但是你说这种两房能做出这种高层，能做出这种户型就非常不错了。60多平，建筑面积60多平才。你看上面这还有吊顶，这都给你做了一圈。再看一眼这个彩电塔，现在有点冷了，这个夜市可能是关了。你看夏天的时候，整个这个晚上特别的热闹。下楼就是啊，从这个楼下往这一走，这有个小桥走过来，这就是彩电塔夜市。地铁口在这儿，在这个楼下。地铁口我那天走不到5分钟啊，纯地铁小户型。然后隔壁那个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隔壁那纯北向60多平的，看看屋里边啥样。